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电影院，我要去看最新的那个电影，叫做《精灵旅行社》。为什么要去看这个电影呢？是因为我之前在高考的时候心情非常差，然后我就看这个电影，我就心呐、这心就变开心了，就开心很多。所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。然后今天来看它，它马上就要完结了，应该马上就要到我了吧？现在要去看一下，待会儿看完了之后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哦。检票，应该开始了是吧？还没，十分。对呀。可以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检票进来了，我今天买票的时候发现只有，加上我的话只有三个人，几乎等同于包场吧。哎呀，我的感觉就是。这种感觉就是很爽，但是又不爽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这部电影跟大家一起看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笑。现在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感觉像某个人送我的一场礼物一样。啊，开始啦！哎呀，我瞬间就想到以前了，怎么办？开始，在这儿最中间，看完了。我刚才在网上搜这个电影，我以为它叫精灵旅行社，原来它叫精灵旅社，我名字记错了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它里面有讲到一个寓意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受用。哎，不愧是精灵旅社，每一次看它我的心就会变好一些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很谢谢这个电影。再见。